光 Plus 中嘉在地影像培力与真见计划开始喽！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，丰富奖励等你来拿。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，或扫描真见简章 QR code。三府王爷庙称为社林庙，创建于1788年，至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，发展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祭典方式。海上游江，每年农历6月王爷诞辰之际，除了陆上绕境，海上游江更是一大特色。王船本身没有动力，需要渔船拉着前进，有近海的意味，以祈求出海捕鱼满载而归，人船平安。我们这个工作完就是在下个礼拜已经要活动了，我们在今天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把它接续起来，就像我们的那个财主啦，财主是因为我们船上的主摊都会维持1年，我们就要换新的。然后再来就我们的旗子，我们旗子有在和平桥必须要挂起来的旗子，我们10号必须要用的船上的旗子，还有我们兵将船是平常都系在台船，我们必须用吊车把它吊出来，把它清洗一下。啊，等一下阿嬷会在这边把那个旗子装在我们的那个布，把竹子装在布旗里面。对，那这些工作我们就在前一个礼拜把它做起来，所以我们就会成立这个工作坊。觉得因为之前王传基都只在南部听过，然后最有名就是东港那个，然后我没想到来基隆念书之后，发现就是和平岛也有王传记，所以就觉得哎蛮有趣的，想来体验看看这样。就是可能什么海边比较特殊的文化这样子，对啊，就蛮酷的啊，就而且刚好有工作坊，所以就来看一下这样。公益记者陈念成基隆采访报道。